弥漫着黑暗和恐惧的雾霾，其由来者见矣。人人欲埋色变，人人自危自救。然而比这更严重而人又常不自知不自觉的是，百年来那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文化和教育的雾霾，久久的萦绕挥之不去。苍穹之下也尽云俱黑。20年前，海峡对岸驶来一尾孤舟，暗黑中犹如一点灯火独明。然而德不孤，智不独，这一点灯火足以穿透弥漫已久的雾霾，它足以带给整个世界光明和方向，它足以点亮整个世界。自此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一灯传千灯，明者皆明。自此，神州大地遍洒火种，星星之火灯灯相续。自此，读经之声响彻八方，万家灯火，天下学堂。